都是灿烂的笑容，真是有喜气洋洋啊，很像过年哦。时间啊，总是这样的一天天的过去，每一天啊，总是呢多一秒钟都留不得，所以啊，我们要时时把握时间。今年看到了我们的同仁有受证哎，我们的大家庭啊又添丁了啊，真的很开心。此际啊已经是50年哦，50年的岁月呢，到底是多少个日子啊？多少个时间秒钟呢？其实以这样时间累计啊，的确每一秒钟都在累计一切，累积了孩子的岁月，累积了老年人的岁月。想到了50年前，我还很年轻，才20多岁，30还不到啊！一晃啊，现在呢已经50年过去了哦。这但是呢，在那个时候的慈济的开始，那就是从竹筒鼓励的人人呢，每天呢、啊、省下5毛钱，这就这样一直到现在，看到了全球的慈济人是来自于50年前的竹筒。这个竹筒的，我们在大理呢也常常在弘扬嘛，也常常看到了竹筒呢，都安尼叮叮当当哦，啊，这种的像河流一样的哦，真的是积少成多啊，这都是爱心，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哦，那就是点点滴滴汇合起来都可以做。总而言之呢，慈济总是这样的点滴的爱心汇合起来，看到今天呢这受证嘛，这胸前所挂的是佛心狮子哦，相信各位呢在慈济里呢应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呐、啊，很了解慈济呢才发心立愿受证，所以从此开始要有佛心。佛心呢那就是大慈悲心啊，这个不分种族，不分宗教，不分国土、哦、我们呢总是一念呢清净无私的大爱，这都是受证的曾经有过啦，见习曾经有过培训，慈济的实践，慈济的爱，大家都是倒背如流哈，是期待呢今天的受证啊，希望心如莲花，在5浊2世里。就如莲花，莲花可以美化这个污泥池，但是呢这污浊的这个莲池里也可以呢绽放出了美好的莲花出来，所以我们菩萨呢一定爱在5浊2世里来完成我们的任务，所以期待大家佛心实你心我心，以佛陀的心那贴在一起，同是佛的心，而且呢我的志愿你的志愿我们共同在一起，我们呢还是
为众生的苦难付出，病痛的就是我们的医疗的使命，总是为病痛的苦难人而付出。那我们修行人啊，总是也有一个使命，天下众生无不都是呢花心立愿啊，菩萨诸佛的众生，我们都同等的。所以佛陀视众生如一子，所以呢我们要时时用心疼惜天下苍生。看到了我们慈愿啊，在嘉义县18个乡镇都是不请之师，我们都会呢去到学校也好，或者是收养院也好等等呢，都可以呢去为他们呢做复健啊。有进步，我们的复健师啊，每一个人呢都是很有成就感，孩子呢终于改变了他的肢体啊，慢慢复健啊，那慢慢呢就可以改善他的动作。这都是我们的使命，就如早上这一场大遗忘啊，我看到了院长、副院长、主秘，大家呢各科室的主任们呐、大家呢都这样的投入啊，入金藏啊，东方琉璃光如来，这份心啊，对众生呢生命没有分别，我们那样的爱呢是那样的透彻清净无私无染，这份的大爱付出，看到了内心的那一份的撼动，真的很震撼呐、很感动。亲爱的善文，你悲心建立的慈济医院，大林慈济医院已经15岁，在这段时间，全院的慈济同仁是利用实践去体会医疗人文的经历，但是你的法实在是太广太深，虽然弟子一直的追赶，但是弟子的习气太重，执着太深，总是要让你等待跟包容，让你这样子的操心真的是弟子的不是。今天跪在你面前的副院长、各科的同仁、全面的慈济的同仁，在这个地方，特别是院长、慈院的大家长，在这个地方跟你发愿，一定会去除习气，和和互协，众志成城，敬请上人以莫忧虑。在这个地方，弟子跟你稽首发誓，感恩啊。也是很感动哦，啊，这么的动人心魄的一刻啊，发自于内心的，我相信，我感恩，但愿各位大遗忘们，我们大家有志一同，为天下苦难众生而付出，病人是你们的。众生是我的，希望你我共同一心来为最苦难的众生付出。感恩所有的大医王与菩萨们，感恩也要感恩大家，所有的大医王与菩萨们，感恩，感恩所有人。那一份的诚，我好感动啊，对我来说是最好的供养，对大家呢是最好的奉献啊！但愿我
很前沿呐、啊，人人呢都是那样的病人，这是大医王与百医大士的病人，众生都是诸佛菩萨的众生，我们共同呢为天下苦难众生付出。